问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好，个封面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封面呢？嗯嗯，没有好用的封面。我的圣诞礼物嘞，我也没有啊。呀，嗯嗯，姚一安安、火石安安、林安安、花英安安、丽恩安安、杨洋安安、花喜不安安、苗苗安安。所以那个如果真的只是打钛金碎片的话，我就不阻挡喽。你看我来了，你现在才来，开了多久？现在才来。哎，那位日文安安、米米安安，不会念，不会念。老电海燕色为敌，又低头一只浮潜，又在看着我，把他杀了，下去投胎成电海燕。啊，这个是歪掉的做法啊！我很想玩其他游戏耶，东特买了一些啦。只是东特买的游戏是不能实况的啦，没有啦，因为东特这次东特没什么好买的，反正是买了一个，结果我们 HTT 大大跟我讲说他最近在当蜘蛛人，那个就算了，不要玩了。我说哦，好吧，然后我在退款的时候，他就叫我看一下那个指定，让他看他送给了我啊艾尔登法环。我就想，干不是哎，你艾尔登法环不之前送，现在才送我是什么意思？那大家都玩完了还怎样的才送我？昨天刷车子设为出来，觉得比来杯难，为什么？因为那个吗？你是买了魔法气泡？那个我之前就买了，你只。来杯茶为什么会难？你是说因为它速度太快吗？就算你遇到色尾，它也会冲出你的视野外吗？但你会拿来还吗？罚还？会啊。他在玩 Rift 啊，谁 ？HTT 哦。Rift 的话，那个谁，安妮也想玩。在敲他，你要玩来玩啊！那昨天他不是在开台看那个东特，就敲他。不要忘记敲，天菜午安。白天晚上照起来就金色。对啊 ，HTT 叫你买，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啊？啊！昨天看一下，他说什么西敏找我打日马啊？怎么又是西敏？你们两个是不是怪怪的？我可以合理推测吗？啊，你在推测什么啦？教主你怪怪的，对，拖到把柄的那种口气都会这样。推测什么东西啦？我教主你人好奇怪啊！
我很意外，都三点下班了，还能看到安妮开台，对不对？欸，不过昨天我稍微补了他的档，他好像昨天刷社尾真的刷得很挫折，就是应该要来了，但是就是不来。啊，最近他应该会放松了，他最近应该不会，暂时不会玩宝可梦，要他好好休息。你们是姐妹啊？怎么怪怪的？啊，不是兄弟哦。那请问他叫你玩瑞福特，你就玩瑞福特，打日麻就打日麻。天哪，你怎么那么听话就不听我的话？啊，你说，只会整天？哪有啊？我对你那么好，你除了讲这句话还讲什么？对不对？先对一个人好，不是自己口头上说的好，这样感受的，自自然然，对不对？先对一个人好，是你说好就好。你看，你以为对他很好，对不对？你把你最爱的东西都给了他，但是你爱的是香菜，但他讨厌的是香菜。但是你把你所爱的东西丢给他，这叫爱吗？不是啊，这叫虐待啊！整天自己说我对你那么好，我把我最爱吃的香菜都给了你耶，那结果嘞，人家就是不喜欢吃香菜啊！你这个歪曲的爱，那叫爱。棉被猫安安，耶，挂台补眠，等等三点都要出门，等等三点多补眠，哇！我是你，我就起不来了、欸。欸，年纪到了，真的是睡什么午觉，直接睡到晚上了。日升暮月安安，餐餐安安晚安。确诊中喉咙爆炸，躺着看直播，请侧躺好吗？不然你要跟手机比速度，究竟是手机摔下来先打到脸，还是你的脖子会先扭开呢？你玩宝可梦，我又不懂。对不对？你看，这又说你在偷偷看台。昨天讲什么？我都是偷偷看台。啊，结果你也没有打字，你也没有讲话，对不对？跟大家说晚安，说安安，都没看到你发出任何的讯息。你讲你有没有嘛？没有啊，对不对？啊，打日麻也没出现啊，看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来，我听你解释。来，你说，情绪勒索，来，想勒索我，来，你拿出你的本事。开始你的表演，阿明。你音会太重吗？其实醒来一阵子了啦，只是我十一点半起来啦，只是现在是第一次讲话啊。起床后的第一句话，是因为预约的。如果不是必须，我一定也是要不行。哎，辛苦了。预约哦。欸，其实我还以为你 PO 的那个会又三天看不到你了，我又要隔离三天了，哎，差点又要三天后看到你妹风安安，手软安安。欸，我本来以为手软应该是宝可梦很强很强，超级强的那一种，欸，又忘记好像是从菜渣那边，然后怎么打太金都不懂的，突然想起来，干嘛？就是应该想从别人台那边过来的观众都是大大这种概念。他好像侦测肤色面积，让我变紫色的人。欸，不是有人会把胸部跟那个吗？臀部那边用那个半透明的那种图盖过去，就不会侦测到了，对不对？他好像是侦测那个弧形，或是你可以把主的照片贴在会被侦测的位置。大家安安 ，Hello Hello。
你看，我还在玩这过气游戏。过气的人玩过气游戏，还有过气的观众看着我。你怎么有空来？现在在玩啥？在玩一个很恐怖的几率的东西。我们现在在玩几率学，我们要抓到一只色维的土龙弟弟，让它进化成色维的三节土龙。那三节土龙的几率是1%，所以色维就是现在几率是应该是，吃料理的话是5/12嘛，然后进化成三节，四三节又是1/100，所以是51200%的几率。我们在玩数学游戏，它不是每只都可以进化，它每只都可以进化，只是我们要现在抓的是色尾，给你看，挖矿理论，给你看这一箱，你看到这些大只的，这几个，这15只，通通都是色尾的土龙姐姐，土龙姐姐。啊，通通都是，但是这全都是二节的，没有三节。那你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三个身体的啊，因为这个是两个身体的，有没有？它是其实两节身体，啊，我们要的是玩的是三节身体，还有分哦，有啊，这游戏就干在这个啊。一家鼠也有，就是三口鼠跟四口鼠啊，一家三口跟一家四口的、啊，给你看，我有现成的啦。你看，那个是还没进化，对不对？叫一对鼠，那进化叫做一家鼠。那你看，这是一家三口。然后这个是一家四口，看到吗？四口的，三口的，好多东西能收集的，对吧？就像有人会坚持要抓一个珍品来杯茶一样啊。然后更神经病的人会想要珍品设为来杯茶，也是就是几率学嘛，珍品是1%的几率啊。那社会就看他当时是有互补还是有吃什么特别条件出来的。那现在就是老事情，让这个游戏有动力做下去啦。不然这游戏其实讲真的，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差不多，真的要玩下去都是玩打对战啊，或是收集屁人在玩。不然享受剧情什么的话。啊，只享受剧情的话，啊，这款肯定比剑盾还好。我那时候看啊，就拿来跟剑盾做比较。这款游戏赢的点就只有剧情比剑盾好，什么优化啊、对战啊什么之类都比剑盾差。然后就有人说啊，那真的很棒耶，因为我只享受剧情。珍品设为最大啊，说到最大最小，你看。因为我现在游玩的天那个时间点是我的生日嘛，然后有几率可以抓到这个称号叫做命中注定嘛，这是只有在生日当天有机会抓到的称号。然后你看，然后这只又是色尾，你看色尾。再加上称号，这个几率多恐怖啊！那再来看看这个，也是色尾称号。哎呀，然后这只比较夸张了啦，这只是色尾，然后但是它的称号是这个体型最大，体型最大的称号。那这只也是色尾，然后称号，
恶心吧？所以我就很想要什么，这为命中注定，然后三节，再过分一点就是大大或小小了。哎，这个几亿分之一的几率、欸，这个就想想了啦，好吧，我们先求有再求好，先来个设为三节就好了，我们不要那么过分。徐景渊安安，所以我想说，我就如果真的只是那个啥，这次活动就只有打钛金碎片啊，我又还好，我就想说那就我就继续锁在这边，我就不走。好吗？这里根本感受，对啊，欸，很早之前，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人吧，就那个那时候是什么？那时候准传是什么？啊，好像是林美容的年代吧？欸，好像不是欸，林美容，我忘记了。那时候有人就是用生蛋的生出一只6 V， 然后孟特色尾。以那个年代啊， 6 V 孟特色尾已经很难了，对不对？很早时候年代的时候， 6 V 孟特色尾，然后好像母的吧，然后送给一个人当生日礼物，但那个人以为是改兽，直接在他面前放生，啊，好可怜哦。有那时候是听菜渣说的啦，我那时候掌机最高版本好像是那个 3DS 吧。昨天看完的影片就野闪乌龟了，哎、欸，还我，还我、喔，那是我的哦、喔，没有啦，恭喜。好啦，有没有要请我吃一般大大、啊？因为晚上还要跟安妮番茄应该有玩啊，反正安妮番茄玩游戏，所以今天就想说，最近不是一直该说该来个话题之类的，我不能连线吗？啊，我连线就死了是不是？啊，怎么那么贱？那没关系，我再刷，我再刷。啊，那么惨哦，我就只能。哦，所以我要时间冻结四天，是不是？放生那直接丢档案重读呢？是啊，不是交易完之后会自动存档吗？对不对？今天你交易完宝可梦之后，一定会自动存档的啊。不然这样可以刷宝可梦哎、欸。没错，跟你上次一样。那我要连网路了哦、喔。哎、欸，那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不能挥指四天，是不是？是吗？所以我们有四天的手指要被切断。啊，为了你们的手指，我还是连个网路好，不然我怕你们手痒想挥。哦、啊，明明是你自己想挥，我觉得还好哎。看，每次都主播输，多难过啊！每次都最想看的是自爆类的，输赢不重要啊，自爆一击必杀才好看。你只要不要跟人放冷一堆，这样不会有问题。对啊，就他在搞欸，看他打钛金仗是我在搞，他、啊、怎么挥个手指也是有人在搞。我还是觉得 PP 调到16打好久、喔，虽然看得比较过瘾，但是加上那个
剩饭吃一吃，剩饭吃一吃，时间都没了。布斯湖会不会很容易死？它不很脆吗？它不是只有特防跟特攻高而已吗？噜噜噜噜噜噜，嗯，呐呐呐呐呐，看一下哦，我冬季特卖买了什么？是有点想玩那个传送地下城，可是。我那时候玩的测试版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我下次不会再开的感觉，懂吗？就它跟以前一个叫魔镜矿域的很像，然后但是那款游戏是要农物资做装备，然后就是升级去打怪，去更高的地图就是收集素材，以此类推。但是那款传送地下城给我的感觉很奇妙欸，平衡有问题，再加上里面的道具就根本就是烂，很多东西是烂到根本不会想选，然后大家只会针对那个强的东西选嘛，对不对？今天有些道具像宝可梦身上携带的东西嘛，有些都是特定的东西带带的，但是那一款好像不是，那一款就是烂，就是你不管哪只角色带上去都没什么意义的那种烂。啊，有个就是可能会什么弹道加二加三，那个是不管什么职业都好用的那种，啊，所以大家都会抢着要拿那个东西。我觉得好像我不是会很想要玩，我不知道啦，因为我那时候是玩测试版，我那时候测试版玩弓箭手跟法师没有过。又玩了，但是这个很奇妙的职业，啊，竟然就过了。欸，然后我昨天在看你们，不是都说什么弱点保险吗？我想说，欸，好像带弱点保险真的好像也不错欸。或是打空保险，打空保险好像还好欸，加速度而已。打空加速不好用，对啊，我想弱点还好欸，弱点给那个谁，给那个铁舞者好像也不错哦，那铁舞者本身就双刀，阿气狮猴带弱点会吓死，可是会浪费啊。没事欸，加二加二齁，哦，没事没事没事。但他不是孟特就还好。我想说，如果是愤怒穴位的话，好像很浪费欸。不对。如果刚好是集中要害的话，哇，浪费了。请问如果现在玩鹅猫二十的话，你们有几个可以玩？我很久没玩了哦，说要教我怎么用哦。我没玩过躲猫猫，我想玩玩看。你没买，但给我去买。有应该特卖有卖吧，该买了吧？怎么这个年头会了没有鹅猫二十？就像那时候谁，2021年吧，
都2021年了，怎么还有人没有《糖豆人》这款游戏？在现在免费。新模式吗？对啊，就是躲猫猫不是吗？躲猫猫是 mod 的吗？不是，是内建的。那时候《Among Us》有更新啊。欸、我那时候就是在吐窝，他们刚刚讲说你怎么不玩《Among Us》，他说玩到腻了。我说玩到腻，不是有新模式吗？然后就被问号。我说有躲猫猫模式啊。他说你确定那个不是 mod 吗？不是啦。那时候在跟干爹大战，差点都又赌身家了，你知道吗？今天就说啊，如果有躲猫猫模式躲猫，你们要怎么办？那碍于他们可能资金都不够，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决定做出来。终于不用动脑模式了。哦，对啊，啊，本来之前有一个不用动脑的模那个游戏啦，但他没有更新。然后昨天听干爹说，没有那个好像这游戏没了。就是潜水艇狼人杀啊，潜水艇鬼抓人，就单纯只是杀人杀人杀人的游戏，不用动脑了，不用再勾心斗角了，对不对？我觉得狼人杀好玩是好玩，可是玩太久的话，会造成说好玩，但是不会想再玩下去，对不对？今天要一直演戏，要一直骗人。骗到后面就会开始会觉得对人的信任呢到后面就是只是单纯针对杀人，对不对？今天好啊，你票我出去没关系啊，没差，票我啊，票我出去啊，都是开始这样情绪勒索啊，你就票我没关系啊，没关系嘛，票我啦，好啦，让我出去啦，不想动脑了。主播蓝色口香糖你要不要先拿去？你那个不先给安妮吗？安妮不是比较喜欢蓝色狗样档吗？你讲了，安妮不是比较喜欢蓝色口香糖？心结游戏，而且那时候玩鹅鸭杀，他们也是玩到了心结啊。这玩到后面，就是有一个干爹一定要去死，好吗？今天他如果第一回合没有被鹅杀掉的话。啊，那他就是鸭。还没啊，我讲什么？反正他没有死的话，那他就是鬼。就那一场，我们以这个理论嘛，他就讲了一副那个很委屈的发言。哎，不是你们每一场都我死，我这样玩什么啦？教主相信我真的不是啊。那那场妈的就是他，就是那个西敏啊啊，就是那个西敏啊，叫我相信他。看我才跟他玩第二局，就这样骗我！我的天，你们不要听他们，你不要听他们这样讲啦，教主相信我，好啊，他没有刀了我，16个刀了我，但他是狼没错。哎，难过。哎、欸，所以潜水艇是真的不能开了，是不是？昨天听马同学这样说的啦。是开不了了啊啊！他怎么骗我们氪金？我们是要检举这个游戏平台，我们该检举这里了哦。哎、欸，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觉得。手机跟电脑都试过了啊，可以退款吗？我还想说，他氪金不是有，比如说什么100块、150块、200块、500块这样子。我还特地没氪那个100块的，我氪了150块的。我想说，反正后面时装拿来买一买什么之类的，氪了下一笔的。哎，结果游戏。说收就收，又在滴滴了。没有，等一下就不是滴滴了。等一下换游戏。阿傻吗？
阿苏萨吗？你好，你好，不会念，不会念，对不起。好险，我只买绿芽。江苏的绿叶呀，白色的竹篱笆。我还期待会不会有新地图说，先别说新地图了啦，新技能啦，哎呦，那时候就只接到了包包而已，就没了，哎，很可惜耶。绿叶安安，不对，好想告诉我的他，这里像幅画。去年的圣诞卡，哎、欸，不好意思、欸，你看没吃料理，他、啊、怎么就是遇不到？做好为我泡花茶，学习摆道茶。哎，我觉得好像在这边直接野餐就好了、欸，哎，来这边野餐，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啊，野餐，还是来画画好了。啊，还是来跑光鱼好了。完了，游戏荒就是这样。不是，我现在是不知道你们喜欢看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我想玩我想玩的，但是你们不看我也是没办法。哇，怎么都是这些妖魔鬼怪？怎么会有戴卢比？嗨。惨了，我们只剩下一个人国民游戏了，雀魂麻将。啊，我这还不能连线，可是我觉得，好了，我连线啊，我连骂，我连骂。哎、欸，没事，我那时候有看到消息是说什么，瑟维的信使鸟几率增加是不是？还是他只是说有机会刷到瑟维信使鸟这样，还是又是那个骗人的标题，那个什么 YT 封面骗人标题，可是现在如果突然开尔登法环的话，就准奇怪，对不对？肯定很奇怪吧？你宰好了、哦，早就宰好了。哎，干，刚不是射尾。可是我不知道哎、欸，因为艾尔登他不是装备属性都是固定的吗？就是你这种东西，你就是只要去看攻略去走就好了，啊，其他就是技术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像 POE 跟暗黑那种随机装备的属性啊。刷了三轮，可能这就只是。你的阳寿不够，你的阳寿已经不够了，你的阳寿已经不够支撑你现在的游戏寿命了，剩下的都要用钱付费。跟香番茄他用的不是阳寿啊，他跟恶魔定下契约的是女装的部分。今天番茄为什么可以开心的刷，就是他花的不是阳寿，他代表他穿女装在他面前跳舞，他边心虚边笑的接受了。我
没有很开心。你看他说我没有，然后我很开心，对不对？我没有，那个逗号很开心，还是没有我很开心，对不对？中文的博大精深，没有，然后逗号我很开心。一切都是用阳朔玩游戏了吗？那后面游戏不都这样子吗？不好意思，我们挥子大赛也是在用阳朔在挥，你知道吗？我们是在赌，我们是在用生命在玩游戏耶。看一下一级必杀啊，自杀自爆，不是用阳朔，是在用什么？肯定是阳朔的吧，对不对？用出了大爆炸，那些就是你阳朔没了，你该死。跟上天啊借命来玩爱，你阳寿用完了，你是不是开始点数下滑了？你看，就连打那个啊，打级别对战也是要用阳寿玩，不是吗？你 95%90% 没命中，就是你阳寿不够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催眠术、唱歌都会中，对不对？别人的游戏比较好玩是有原因的啊。啊，有时候为什么你刚好被催眠到啊，然后又睡三回合，睡好睡满，谁叫你玩盗版？不一样的断句，另一种傲娇。哎、欸，他是真的蛮傲娇的啊。哎、欸，昨天子谦做菜，做饼干也做太久了吧？我昨天在他做菜的时候去看台，然后都关台了，还在做。然后我去睡觉，睡醒了，然后刚好是看到，哎、欸，拜拜拜拜。昨天在子谦台。挂了好久，我在僵尸台应该两三万。你在哪一个僵尸台啊？幽灵不是9:30吗？那时候我已经睡着了。然后茄子跟土司庙不是在玩双人成就？幽灵这边，哦，啊，昨天赌了什么啊？哎呀，小宝贝儿啊，你一定是命中注定。哎，不要大大小小，没差啦。还想逃呀？六星幸运蛋，来擦一下手汗，来该睡咯。那想要不要开车？赌他的排名？你说世界排名？你要说你好可爱呀？我知道，他在打喷嚏了。你好粉呀，好小只，这还好不好？哎、欸，哎、啊，看我丢错球了，我丢错球啦，我丢潜水球啊！然后好多人都在操盘，哦，打日麻操盘哦，对不对？我就说嘛，你们如果进去的，你们有操盘的那个。操盘的权利呀、啊，对不对？要独挡吗？不用了啦，就这只了，就这只了，走去进化它。来，这只是不是命中注定？没有啦，不赌了，不赌了。嘿，没有，好的。来，带它去练等。
但他喜欢潜水球，嗯。身为一只土龙，想当水龙，合情合理的。不好意思，他现在重睡觉状态，还会动哎，骗子哦，梦游哦。哎，你会梦游哎？啊，测你病，要你命。哎，梦游，呀，来34号，哎，渣渣，你看这桌布可不可爱？身为一个男生，用这么可爱的，可以哦，对吧？哪里买的桌台式？你去桌台式找，好像有英文的店面，然后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妖怪桌布吧？看一下哦。我本来操盘操得好好，谁知道他被一个国士改写剧本？哎，没参与到，好可惜哦。不是他昨天健身环很快结束吗？幻彩捉金是吗？看一下哦，更改配置，捉金。哦，对啊，对啊，啊？那妖怪是什么？我看一下。哦，对不起，对不起，幻彩，幻彩，幻彩，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听我瞎干，幻彩，幻彩，幻彩。好了。哈哈，啊！不要听男生的嘴，好不好？怪骗子，怪骗人。这男人的嘴只剩下亲的作用了，不能拿来听，只能亲。嗨，阿香，我一来就插 D。嗯。哎、欸，你们家主播他拍那部影片真的妥吗？昨天在早上看到他用喜翠的索罗亚那个，你来很久了哦，真的假的？对不起啦，抱歉抱歉抱歉。你有打字吗？你有打字吗？嘟嘟嘟嘟。小易安安之力，哦，卡，你有打招呼哦，嗯，阿香安安，下午好，哎呦，哎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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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生日哦、喔，哎、欸、对，1223哎，生日快乐！把渣渣捡起来，安安，你好，安安，把渣渣捡起来，安安。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就是鼻涕倒流这个症状已经持续了好像一年了吧？是不是年纪到了，鼻涕倒流这些老的症状都会慢慢显示出来？就是我这一年打喷嚏都不是哈啾了，是哎呦这样子的，就是不想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OG上打喷嚏都要用喉咙出来，不用鼻子出来了。
因为用鼻子出来很痛，所以用喉咙出来其实比较不会那么疼痛的感觉。对，主播，你觉得我要买拖鞋吗？什么意思？你要打蟑螂？蟑螂不用拖鞋，蟑螂你用沾湿的卫生纸把它包住就好了。啊，回到刚话题，就是那些OG上的打喷嚏声音都特别大声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是真的老了之后，年纪大了之后，真的很不想要用鼻子喷出鼻涕这样出来，不是就喷嚏出来，我还是会用嘴巴。要买种拖鞋，还是这其实是一个撩人的语，要撩人的话，懂吗？今天如果直男回答就是买啊，为什么不买？然后就说臭直男，我说啊，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喉咙会痛吗？其实还好。因为想你可能把鼻涕什么东西喷出来，那你要用卫生纸还是什么去擦？狸猫安安，对不对？我真的在想要不要买拖鞋，买啊！干嘛不买拖鞋？虽然我很少在家穿拖鞋。冬天穿可以暖暖的，爱穿袜子啊。你可以穿袜子啊，或是买那种整个套脚的拖鞋，那种什么那种有造型样式的拖鞋。你去穿袜子，哇！你是不是有忘记有袜子的发明了？天啊，280，那一人一半吧。来喽，赌盘！过敏一直流鼻涕，赌会三节的请投个10块就好了，好不好？不要花那么多冤枉钱去赌个1000块，会有三节，好不好？请别 all in 好吗？哎呀，你 all in 如果真的出三节，你全部赔光，跟你讲。有没有三节？有没有？1分钟开始预测。八家致富靠这次的没有了，你们要八家致富要投没有，投个10块就好了，好不好？除非有人白痴投有，然后投了1000块，那叫白痴。赔率就这么高了，还要赌那么高干嘛？哇 ,2.9 万没有,4.2 万没有要疯了哦。你 all in 只有 700, 哎，你看这个700就代表你对我的爱好吗？虽然我在你的台好像也没多少，因为我开台你也都跟你错开，哎，好难过。好了，嘟嘟嘟嘟，来咯。蓝蓝帮好像很香，这才说蓝蓝帮投个10块钱就够了齁。来啦，你看他的身体就是两节而已，三节的话会有3对翅膀。我就是想要那3对翅膀啊，选择结果没有。你 all in 个屁呀！
叫你不要 all in 的哦。天哪、啊，这女人，你先去穿袜子吧。你是不是还没穿袜子？你肯定是还没穿袜子，不然你根本不会赌到这个赌盘，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穿了袜子，你还没穿袜子。你看，你不止穿袜子可以省280，你还可以省700点，有没有道理？无心人，对吧？你的超人，你的男人，很香，但还是个陷阱。哎，你们通通被套了，你们这群经不起诱惑的人，我也是，不然也不会被诈骗，又在消费自己。我不知道，昨天在睡前突然想想。又要想到说，嗯，我被骗的钱好像不止那一些钱。哎，哎、欸，你自己跑来撞我的哦、喔，呆子啊！哎、欸，你以为很好遇哦、喔？太太，你要不要预知伞给我帮你净化？请问这位太太？如果真的好进化的话，我这边不会这么多颗嘞，不是这么多颗，哎，强力香草，哎，是什么？什么香草？你捡到什么香草？白色香草，阻挡重新进化哦，哎，没有用哦，因为你抓起来的瞬间就已经决定说是什么了，不会说因为阻挡就白痴。如果阻挡有用的话，我还抓这么多吗？不好意思，如果独挡有用的话，我抓这么多，你当我是白痴吗？没关系，我们可以下对面。我说重新独挡，重新进化，再下一次，是不是？你这只能骗到新来的观众而已。嗨，九口，那个人是不是只想骗新手的钱？多少的力量？哼，哎呦呀，江苏的。我跟你讲，下次我们可以，我先进化后马上独挡，然后当你把观众带进来之后，不是有点数吗？然后就跟观众说：“哎，你带来了，好，我们开始开赌盘喽，有没有？赌盘打开喽，然后渣渣就投另外一边，骗观众全部投另外一边。啊，不是揪团过来的时候会有那个吗？揪团点数还是什么？”洗钱啊虽然有点过分啊，你看这个蛋像什么，抖成这样子，对不对？不如我们称它抖蛋。哎，一早就想发车啊。这血显度300，对啊，你看它抖成这样子，然后这个粉色的颜色，我们不如叫它抖蛋吧。你是不是想开车？是。你是不是想上车啊？是。指定句尾。哎呀，这是什么？没有啊，就是比如说，等一下是谁换的？这谁换的啊？
啊，这个句尾就比如说像，如果是安妮换的嘛，他就是想要听姐姐，就可以想句尾加个姐姐，有没有？就像那样子，比如说，哇，是逃扑鬼姐姐，啊，就是这样的，反正句尾就是加你们指定的词嘛，有没有？都是加个宝贝啊，什么之类的啊。我在观察啦，如果真的太白痴的话，我就拔掉。你要讲五分钟是吗？对啊，就是就是要在句尾加个，然后就持续五分钟啊。不然你们点数越来越多，不知道怎么消，还是我改成5万块？看你们点数好像有点多。不然你们都只有在彼此流通，除了丢水沟以外，就没有其他用。啊，不然指定番茄好不好？就不要指定我，指定番茄。你昨天有换？你昨天换什么？我怎么没看到？啊，你不是提醒我？啊，所以你要句尾加什么？还是你要加黑呀、啊、这个字？所以你要黑呀、啊、吗？就这样子吗？所以你就要加黑呀、啊、吗？黑呀、啊、这样子吗？还有喝水，我可以慢慢丢。我换了就问看这是啥回啊？对，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对啊，感觉很好笑。那真的要咯，那这边开始加五分钟哦，我们讲到3:09哦，那我都不讲话哦，嘿啊。啊，我有些会附注，就是说连大型联动嘛，就可能是超过4-5个的话就不要换，不然会吵到别人，嘿啊。繁星等你好了，来摸咽后吸。嘿啊，我现在停留在这边呢，我还没有更新啊。嘿啊，要现在吗？那我就要独挡喽。嘿啊，刚刚离开，现在在什么情况下？有人换了字尾加指定词，嘿呀、啊，没有情况下啦，嘿呀、啊。让我上课很想笑，嘿呀、啊，你活该，嘿呀、啊。终于抓色尾刷到疯掉了，没有，我杀色尾杀到发疯了，你知道吗？哎呀，哎呀呀，哎呀，哎，那可以来这边抓吗？嘿呀。我在实力，我不是在实力啦，我是在卡那个土龙滴滴的大量发生啊，嘿啊，因为那个地点其实比之前我遇到的土龙滴滴的大量发生点都还不错，所以我在卡着那个大量发生的地点，嘿啊。
那个把社会当成杂草在刷的男人，嘿，没错，就是我啊。哎，走路草的社会是全绿色的。哎呀，还有两分钟，你再笑两分钟就好。嘿呀，有没有蓝鼻子黑啊？哇靠，这边太难看蓝鼻子了吧，黑啊。啊，雪莉安安，嘿啊，别嚣张，还有一分钟，嘿啊，慢摇摆，嘿啊，他嘴巴会动一下。好了啦，哎呀。哎，九分了啊，碎啦。哎，然后因为那个啦。所以如果我真要卡这个时间的话，就这四天不会有灰子的灰子，你们啊，你们要继续，你们要自己玩哦。但我知道你们自己私下玩会玩得很无聊啦，对不对？没有主播在乱叫乱鬼吼的。你还可以放两次，要不有 CD 时间？我记得我设吧，我设多久啊？20分钟还30分钟？不知道，所有人都在 CD， 哦，那就是有啦。当然是所有人 CD 啊，你白痴哦！怕就是怕你们全部刚讲完啊，下一个就继续换下去。他是全部人哦，对啊，是共同 CD， 不是单人的哦啊，爽啦，怎样？爽啦！这很好，很好玩诶，玩什么东西？哎，我想玩个东西耶，你们配合我一下吧。我想试试看这个功能，我一直都没有试过。等一下哦。心里的雨倾盆而下，也挡不住他的发。开启，哎，防盾模式是什么？这个，这是不是只能贴表情符号了啊？表情符号限定成聊天模式。等一下哦。
我觉得上次最好笑的是那个是安妮，安妮她上次就是设成只有订阅者可以发话，然后我想说她聊天是好安静哦，然后结果导致就是有人赠送订阅了之后，那个赠送订阅说终于可以发言了，然后才知道她的聊天是只有订阅者模式。好了，关掉了。我在那时候觉得很好笑。哎，活人，可以讲话了。啵啵。我停用了吧？哦 ，Among Us 下载好了。要不要玩？换 Among Us。心里的雨，轻的雨，别看他的发。大风、中风、小风，哎、啊，为什么小是那个小？多做一点文字贴图就可以沟通了。可是我很不喜欢用文字来当贴图的，我啦，因为我觉得，哦，那是赖贴图的情况呢，就是。就是头像你一张图又加个文字，我觉得这样很多余吧。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嘛就是就纯文字，啊，你又有图又有字的话，会觉得很花俏，而且你那个图就被局限住，对不对？你一个抱着头的图，写个居居，写个头痛，写个什么，你就被局限住了、啊，对不对？那个网络连线中断的那个图案。如果你加了文字之后，就局限出很多东西。我是用来水图奇贴图的，懒得画。哦，哦，你不一样啊！我以前也是拿来水贴图的啊。因为我以前勾勾在的时候，那时候贴图好像可以传到，好像十八张还是20张的，忘记。然后现在回来就是有些贴图都太旧了，因为那都是早期的那个风格。那现在就是下来再重新上传的话，就是变成实况盟友的贴图。正在刷引擎，什么引擎？我说摩托车哦。啊，哎，一大一小哎，哇，这个体型，这要抓吧？天哪，你好小只哦！哎，你好小哦！把它捆。看人家脚就把人家带回家，也、欸、没错，去吧。还有，进来这颗球你就醒了哦。哎、欸，赞啦！波龙等于引擎，我们这边就叫我们都叫他小摩托车、欸，哎，小摩托。这也蛮，这好，这是还好哎、欸，这是应该就是大一点点而已吧。啊！干净，竟然是干净！他应该没什么自杀招吧？还想睡人家，哦，还想把人家带回家，先睡再带回家。你知道现在看我的台，如果有人没有那台摩托车的话，会被我骂，懂吗？那可是我们天星队的摩托车。
没有蓝蓝的啊？有位啊，对不起啦，抓一下而已。它放在盒子里没有动，什么盒子里？来，走去看人家多大只，走检查大小。手中的绿叶呀，我手中的啦，江苏的绿叶呀，嘿嘿。来来来，看我的大小。很大只。这已经快闭格了耶。那这只咧，这只小只的咧。啊。好吧，放生。放生。查看能力。都在。抓其他事而没去抓普通龙，也是啊，不够小，对啊，它看起来已经很小了哎、欸，欸、也是母的哎、欸，完了，他们好姐妹被我抓走了，看呢，啊也是没有奖章，好了。恭喜你们是幸运的狼人，送你们走。我觉得过分是过分在不像那个，不像来杯茶，是直接看到。啊，这个是要抓起来进化才知道。哎，好过分哦！哦，对，那个渣渣，我刚刚讲的那个摩托车就是我手上这一台。就是普隆隆。然后为什么用它？它的跑速贼快。那可以打海上跟地面上。那空中的话是要不要太高都打得到。就是这一台。这台贼快的三角剑，你好，这个距离，去吧。对不起，多吃饭太远，再吃。你看这个速度，有没有，是很快。所以那时候才刚刚说，刷色维，刷大量发生，给我带着一台在身上。那时候就在问说，哎、欸，有没有什么速度比较快的？然后就在推普隆隆。啊，用过之后，哇，好香哦、喔，好棒哦、喔，这还嫌它，真的不要因为外貌以貌取人呢、欸，对。不好意思，哎、欸，哎、欸，不好意思、欸，哎，好像也是我常讲的、欸，不好意思、欸，哎。噔噔噔噔噔噔。幽灵。哇，他预知到他有危险呢、欸，这么厉害。
好了，我等一下我啊，我鹅猫肉丝没有宰哎、欸，要等我一下哎、欸。啊，原来这里也有哦。那这边好像颜色比较好看到哎、欸，天哪！还有风速狗哎、欸，去吧。我上次忘记看谁的台了，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震惊到了。哇，飞天螳螂会飞、欸。嗯，对，他讲了这句话，是渣渣你讲的啊？为什么我可以打、啊？哦，欸、可是我稍早连线过、欸，哎，刚好是而已吧？我刚好是。bug， 因为我稍早有你连线了，我有连线过啊。应该说我早上有领那50个碎片呢、啊。我早上有领50个碎片。就那个洞而已，没有大量发生。嗯，他、啊、怎么说连线我的那个大量发生会不见？我记得那时候是在竹林，然后看到一只会飞的飞天螳螂，然后就说：“哇，是飞天螳螂，它会飞。”忘记是谁，真的是忘记是谁讲的哎，完蛋了。好像那个会动到动，连线就会改掉了啊！所以我等一下大发声不见，他没杀啦，我等一下再刷就好了。刷，好少哦、喔！去打五星洞啊，繁星白痴哦、喔！看一下、喔、大量发生还在大发生会不会我就不知道，但怕你连线阻挡后活动的洞都在哦哦，你是怕哦，你说更新洞是因为卡在那个洞会更新哦，好懂意思了。欸，他好可爱哟、喔、尼布利姆嘛，对不对？尼布利姆，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为什么布利姆恩不是国民老婆的、啊？对不对？明明也是，也应该是那个啊，长得你看他的第二阶跟那个谁，齐鲁利安也是第二阶，都是小萝莉的样子啊，因为他没有 Mega。啊，就因为这样子哦、喔，有那么严格，老婆一定要 Mega 吗？救我啊！
哇，可达雅怎么那么可爱、啊？觉得是因为手没伸出来，他手不是趴那个贴在他大腿上。哎、欸，难怪小霞最爱可达鸭了。哎、欸，我有个想法哦。啊，可是拍的话。要他眼睛闭下瞬间拍会怎样？打鸭们，我们三个之中有一个是傻瓜，然后说什么不是我也不是我，然后同时看着我，是不是？不是我也不是我，你是不是说那张梗图？他不是说，嗯，哎、欸，你知道吗？平均三个人之中，有个是傻子，然后 A 说不是我 ，B 也说不是我，然后 A、B 同时看着我，看着那个我的画面，到底是谁呢？一定是你吧，傻丫，过来！哎、欸，过来啊！很可爱。我还是初代的宝可梦最可爱了啊，你也是啊，你是二代的。我是喜欢一二代的。走，过来。那时候在刷玛丽路的时候，那只是画面切出去回来，这边围一圈玛丽路，是真的一圈哦。我是跑不开的，我只能骑上固勒顿，然后跳开。看，很傻，会冲过来被骗。哎、欸，有你耶！吓到哦！哇，蛋塔，你好久没出现了、哦。哇，你自从我们参加，我们开了一个叫灰子大赛的，你就没出现了。你搬出一张桌子就不见了，我不敢搬啊。怎样？怎样？我怕啊，跑掉了、欸。朱自清。哎、欸，刚刚远远看眼睛是张开的哎、欸，拍死啦！我那时候就是想要站很近的拍胖丁，因为蹲下不能拍，要站起来。他站起来拿下手机的瞬间，他就醒了，跟这个情况下一模一样，就很烦啊。繁星要领有球球的斗笠菇，要领有球的斗笠菇吗？哦，不用不用，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欸、这边有没有料啊？我吃个龙遭遇力看看哈。一切都是为了安妮的测试，不然他说他抓不到奶油包很难。
我们看一下我们月雪做的实力 Plus 哦，那个我们 DC 置顶的那个有更新了啦。月雪因为太卡了，忍不住了，做了 RMT 做了新的，他自年年宝啊，他想要自己刷刷看啊。虽然他说香肠胡椒咸加咸。虽然那个望月有帮他抓，可是他就是刷了两次都没刷到，他就很难过，对不对？要怎么加 DC？ 首先你要先加会员，你要先加会员。如果你之前有加会员，没有加入的话，再加一次会员，好不好？爱我就加会员，不爱我，没有，你加会员也是有好处的，至少你不会看广告。没事没事没事，但是如果能镇定你的话，你在 DC 只能待一个月啦，除非他一直持续镇你，你要找个 Sugar Daddy。应该可以吧？龙刀玉帝好像不行耶、欸！天哪，真的就没有年年宝的地方吗？这边不行哎、欸，这边哦，年年宝怎么那么烦啊？哦，年年宝宝，年年宝，哎、欸，那其实我们可以继续挥子哎、欸，是吧？年年宝沼泽，不是我看，想说看到这边有年年宝啊，而且我知道年年宝哪边可以刷、啊，左下这边嘛，这边有池塘，其实都会生年年宝、啊，这边也会啊，可是这边这边生态也很杂，它还是会生红鹤、生乌波，然后还有雅雅跟谁，还是好乌龟，就是它这边的生态还是有。固定会生的生态啊，除非我在讲的那三个字，示范一次。对，其实我这边知道会生这些啊，但是它很散，超级散的啊，它没有那种比较集中的地方可以刷。哦，光斗仔、红鹤，对啊，就这几个啊，还是会抢那些生成点啊，所以。所以不是很好找一个，不然就这边野餐，然后附近看一圈嘛。因为望月它是刷大量发生啦，你又猎了三只来挥子，都养了对不对？好啦，那个我们来挥一下，我去宰一下那个河马尔斯。大概六号之后就完全没有关心游戏了，怎么了？你拿到了百变怪人就不见了、欸。我觉得三只就够了，怎么够？不够不够。看一下，我怕我宰的时候会卡、啊。我猫偶 ，A M。A M O N S 安装那个宅很快，我知道啊，我比你还我玩了61小时啊，我会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天哪、啊，你们把我当什么？当你的眼睛眯着笑，拉影安安。
那我们期待的赌盘要出现咯，开始预测啊，先开始预测哦，好不好？好扯，我很扯。你说六十一小时吗？还好吧，那游戏就很好玩啊。会不会跟我同队嘞？你看，一个是不能跟番茄，不番茄，跟凤梨同队；一个是样样不想跟我同队，好奇怪哦。这两个不是不喜欢我吗？没有爆，没有，我重安装应该。哪有不想讲什么讲我了？可以不要男生对男生说这种话吗？我那时候闯进他样样跟蹦蹦聊天的时候，突然听到蹦样样的声音，哦哇，样样你没开实况，好可惜哦，你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哎。来，给我们的蛋饼看一下，蛋塔看一下。哎，蛋塔，你不在的时候，那个谁，月雪在也在想你，你知道吗？上次叫他蛋塔蛋饼完之后，他不出现了。我说没事啦，没事啦。哎，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主播胜率加一，没错，就跟设为几率加一一样。今天天气晴，我想要吃什么？哎，等一下记得按 A 啊。我可以输，但赌盘要赢。请问你的气势猴突突头盔拔掉了没啊？我就问你，你气势猴的秃秃头盔拔掉了没？我讲了三天了，很累。拔掉了。恭喜自爆获胜，选择结果自杀独赢。内鬼啊，很明显了吧？为什么凤梨那一队会输得那么惨？懂了吧？各位懂了吗？我很绝望，我要再开吗？开一打二哎！样样抱歉啊！哦，样样抱歉啊，样样。哎、欸，我搞不好又有自爆啊，我们再开一次赌盘好不好？可能又有一级必杀或自爆的啊，来试试看。嗯。我叫了一下，刚刚也消音了吧？我发现有时候讲话笑太大声，不是太大声，叫的频率太高会被消音。这个有偷东西了吧？偷一下啦，顺手牵羊，没有顺到。
镇守千阳也是30%吗？那这样我想都以后改毒手哎、欸。有啊，刚好消音，嗯，可恶，还好啦，不然太高的话你们耳朵可能炸了。我以前的麦克风就是每次我只要叫太大声或笑太大声，然后聊天就说耳朵主播耳朵。这只有毒手，这只没有啊。我说毒手是玩臭臭你啦，但我顺手牵羊就觉得还好了。打自己呵呵，你也不最爱我讲的吗？打自己，妈，我打自己，在那边诅咒我。我是不担心你会揍我啊，我知道啊，我是担心你会揍我啦。还是我也带个心灵感应好了。芳香薄雾炸裂！哎呦，怎么对我那么好？这游戏越来越奇怪，一定有 bug， 怎么回合第一回合就自爆？有啊，那时候也是有人第一回合薄雾炸裂啊。哇哦！你好棒哦！还有第一回合临别礼物哦，对耶，我们的昼夜昏沉，哇，你头好痛哦！我跳啊，我们获胜了，恭喜主播队啊，打队友打到获胜了。嗯，笃定。只有凤梨受伤的之间，你确定吗？不是他的队友吗？他自己绕干，剩队友被打、欸，哎，谁受伤？对不对？我要替你平反一下，特殊用玩笑。再来！啊，我先开赌盘。玩等一下，对不对？然后跟我同一队的就说：“哦不。”欸，一级必杀招出来就算，还是杀死人才算？我们杀死人才算，好不好？下次后面要挂号，杀到人才算。样样来吧，样样。可恶，不是样样。奥利娃，
完了，这台只剩下挥手指的功用了，这台什么都不会玩。嗯，我们这挥手指好像也挥了一个礼拜的，竟然用重复，来吧，竟然用计时球，我的天哪！想一起玩有条件吗？没有哎、欸，条件就是只能学一招挥手指，然后要吃到 PP 16，带什么无所谓。但是不能用压迫感跟那个诅咒之躯，我们是来挥手指的，不是来搞心态的，好不好？我们是来这边挥手挥挥手的，不是来这边让人家挣扎死。运气对决，对吧、啊？就是他们平时阳寿太多了，来这边小小阳寿，懂了吗？他们平时嫌阳寿太多，来这边，哎呀，齐胸，来这边消，叫我大根筋啊，白痴哦、喔，打到对手的大根筋，我要发生什么事情？想说，嗯，我记得不是怎么把你的大根筋打掉啊？没有啊。运气不就是阳寿吗？你看他们就是把阳寿花过来啊。今天会输的那方就是阳寿还剩很多。大根筋要太进化了，太根筋，你阳寿最多，你阳寿最少吧？邀请熊安安。请问为什么你的大根筋要用计时球啊？它丢出来有黑黑的计时效果，还是你喜欢计时球？哎、欸，计时球球壳我蛮喜欢的，它丢出来的那个特效我不行。它、啊、如果时钟是白色的时钟，我还可以接受，它是黑色时钟哎。睡啦，你是什么特性？啊，碎啦！好像也还好哎、欸。哎、欸，不要！啊，不要！哎、欸，我要礼物啊！我要礼物啊！歌德小姐，对不起了，我可能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但是我会尽量帮你把握一些机会的。祝你下一个遇到的队友会更好。我还没有带，我还没有带苹果，可恶！为什么没有命中要害我？屁呀、啊！
哎呦，嘟噜噜噜噜噜，哥的小姐小心哦，我可能会打到你哦。哇，这哥的小姐好狠哦！是剧毒哎、欸！哎、欸，怎么那么不痛？他是特工吗？哇，输了！笑屁呀！什么脸？笑屁呀！好亏哦！如果公司机关枪跟我塞到就好了。我们是说宰相版的招啊？你都乌公招，我都特工招。欸、还是我们下次禁止用苹果啊，我们吃剩的食物跟黑色污泥那些回血道具啊，不然我们光是回血好像就花了两分钟了，要吗？你们觉得要吗？那我肯定带奇怪东西，那才好啊！就是大家都带，不要回血，玩看看有没有其他玩法的。毕竟削弱不到我，我本来就很少带东西。不是你那边，你妈的，你的幽灵系带突突头盔，我就是嘴死你！我跟你讲，踏入奇亚的、哦，我知道，我知道。撒的不错，看一下还有什么。我们的歌德小姐来个断头钱吧。哎呦，我的巨巨用的是圣手牵羊，所以没事啊。所以这样子，我们的巨巨才能再上场啊。这样就不怕偷到什么那叫什么东西，黑色污泥。你懂吗？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巨断将，赞赞哦，好亏，追不着了。大自爆会先爆开队还是对面的？自己会先死啊？反正就是看后面，好像是速度低的吧。反正大自爆不关胜负，大自爆就是大自爆赢，懂吗？今天大自爆是最最最最那个，最最最后赢家。我讲什么？最最最最最最大赢家，最后赢家，怎样？讲话都不会讲了、欸。马，啊！敲死他！再敲！再敲！
把他胡子敲掉。你知道那个胡子其实是鲤鱼王的胡子吗？你们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那个吞食兽的胡子其实是鲤鱼王的胡子。就跟呆呆兽进化成呆河马一样，要那个大蛇被咬他尾巴。那今天是龙食兽吃了鲤鱼王之后，就会进化成吞食兽。真的假的？假的，假的啦，假的啦。啊！你怎么用种子机关枪？你西瓜子吃很多哎、欸！哇，我都去查了。奇怪，我平时讲干话，还是我平时太认真讲一些冷知识，讲到你们觉得讲什么都相信了。天哪、啊，好棒哦！不爱你们这些观众了。嗯。你看，我们光是吃东西、补血这些，时间就过很久了，所以我才想，其实昨天就有想说，要不要我们禁掉吃剩饭跟那个黑色污泥这些，不然那效果真的好久、哦，已经塞到16回合了，然后又加上这个吃东西吃那么久，我单纯相信你而已，被骗了，没事啊，你还有更多东西可以骗，你知道吗？今天你被骗，你失去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还有本钱失去啊，对不对？逮到开落就好。哈，我这辈子逮到现在，我只看过一次拍落、欸，我把安妮的剩饭拍落下来而已，之后就再也没看到拍落了。因为拍落那么好用哦、喔，带食物感觉低威力招式都没有用了。不是，低威力还好啦，重点是真的太久了。你看这画面大概5秒钟，四个人就20秒了。然后你看哦、喔，20×16多少？320秒，对不对？320秒除以六，反正很久啦。反正四个人20秒嘛，你这样算下去的话，然后16次挥到那个挣扎4次嘛，所以总共是会最多可能会回20次，对吧？因为已经挣扎都达到挣扎，那就真的太久了。哎，出去拔掉，好不好？通通拔掉，爱带什么自己带什么。哦，感谢观众获胜，选择结果。现在吧，对，888，走去吧。然后下次出现，发现有人带剩饭，我说：“不好意思哦，我们的规则有改哦。”什么时候改的？元太。哎、欸，拍谁啦？换东西而已。元太，你终于可以带电池了，元太。元太、啊，还是元太你戴秃头盔好了。你看这样，元太带电池的效益就来了嘛，对不对？啊，元太，你的电池在哪里啦？很烦呢、欸。元太，你的电池咧？我给你带日之石了哦、喔。
白痴哦，这么下面哦，期待。然后只有雾，你好。哎、欸，我们再打一次，我们就去玩《Among Us》。嗨，心碎快，我、哦、这么狠的吗？感觉我网络不见了。我要带察觉了哦。等一下，我发现，等一下我的臭臭泥没有带，等一下我的臭臭泥好像没有换到。突然想到，果然我差点就雷了。等一下哈，我的臭臭泥要带大根筋，一插下去他就讲究，对啊。你太讲究了吧？一件黑色，幸运蛋，两个人的回忆，雨过之后会再听，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然后怎么可以带啊？你才不会带那么无聊的东西！哎呦，来吧，最后一场，我们来玩《Among Us》。不过等一下玩《Among Us》可能我会鬼叫啦，所以你们等一下音量不要调太大，我可能会玩嗨了。西敏还在吗？点名喽，西敏。西敏，现在是点名时间，你还在吗？看吧，不在吧，骗子，离开都不讲一声。现在说什么爱我都是假的。偷偷看台都是假的，他说偷偷挂台我还相信，但偷偷看台我是不信。其实我觉得斗篷很强、欸、斗篷很强啊，斗篷不是珠子柴油的东西吗？你自然反应投五千，钱太多、喔，不是钱啊，点数太多、喔。哎、欸，春石。你会选吗？第二个，选第二个就好。可恶，没进去。等一下就来抓间谍了哦、喔！突然发现，哎、欸，我们都回血了。谁？你怎么回血了？可惜内战了。你们那边哪四个啊？我其实不是晚上不能直播啊，是我觉得晚上怎么讲，有台想看，或是不想要让大家挂台挂得太分散，才会关台。会选吗？分时左边第二个就是50等，然后1到3只嘛，然后反正等一下我们选一只就好了。
会吗？会吗？选随机就好了。哎，啊，月亮一步可以挥子吗？还是你是要用猫？啊，你的月亮衣服总是戴秃秃头盔。主播文佑果是不是也是回血道具？不是啊，怎么会是呢？它是回血的果实，不是回血的道具啊！那这样子奥利瓦就没用了、欸。我想一下哦、喔，那奥利瓦要被ban掉了。不要回收讯息，我去你的！你 是打双等于被ban啊？活该！你带错道具了。哎、欸，各位，那弃赛吧。那个弃赛，有人按错了。有人按错了，有人选错了，有人选错了。你不要打双等于啦！啊，台规就说不能打双等于了，那边打双等于。哎、欸，继续啊！干嘛中断？干嘛？继续就好啦，白痴哦、喔！哎、欸，还是，还是晚点，我们就把一个谁的那个宝可梦的组合丢上去，我们全都是抄他的啦，这样来玩，要不要？懂吗？就是他不是公开那个吗？公开队伍，然后就从他的公开队伍里面，然后我们就是从六只里面各挑一只出来打。回子队伍嘛，对啊，但谁要去组？反正我有六只，我可以组啊。啊，也有人一定有练到六只啊。欸，是我，对不起。各位看到了哦，主播都要赢了哦。那个春石没有怪你啦，只是刚刚你直接再点那个再来一局就好了。嗯，凤梨在对面太棒了，但是你投了自爆。听着云，听着我唱一首歌。
可是奥利瓦的丰收，我觉得可以体谅一下。那奥利瓦他是里面锤子里面应该是最怕所有属性的吧。对啊，而且是大晴天他才会 回收到欸。我没有队伍，纽拉现在没办法带出场，所以哦没事啊。欸啊，你的猫应该也可以啊，钢猫可以灰子欸，你知道吗？钢猫可以灰子。没有学哦，没事啊没事。你去学别那一只啊！最简单的就是那个啦，贝论种的啊，胖那个吼叫尾啊，然后铁臂膀啊，铁舞者都可以啊。下次再玩，好的。收获是每人50%，差不多大晴天的话是100%嘛。丰收不用晴天吧？不用啊。但是你看一下他介绍，是大晴天的情况下，不是100%吗？对啊。而且你要想欸。好戏的怕的属性很多欸，不是飞行火冰还有啥地面吗？58%几率很高欸，还好吧，就是有人50%不会中三次的啊。你是不是没看过我50%都没中三次的？对啊，就是奥利瓦有6个弱点欸。他可以转太晶啊，欸很亏欸，真的只是为了玩这个弄太晶，我觉得好啦，去弄吧，去弄个幽灵太晶吧。要按错了，那好吧，那把奥利瓦ban了吧，你把奥利瓦ban了吧。好吧，那我把奥利瓦编了。欸水啦，他水鼠了欸。再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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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够了够了够了，可以的话再一下啊。不行，我该丢上去吗？你那边就重来啊，先按投降再继续下一只。欸你过分了哦。欸我臭臭你带什么、啊、斗篷哦哦哦，哇比我还懂欸。比我还懂我的宝可梦欸。碎啦，再吸呀、啊，下去。哎，只剩下内鬼了。内鬼是不是早点死比较好？自己留在场上的感觉是不是很难受？
内鬼来了，内鬼，要不要来个漂亮的大字报啊？我全身上下只有带一只，你可以去把它存在那个对战队伍里面啊，在选的时候就可以只选那一只啊，你懂吗？完了，内鬼太进化了。我体验到我平时队友的感受了，没事，你还没中毒哎，捆绑加中毒才是最好玩的哎。那我要把奥利瓦从我的队伍移出了，你去练一只那个谁。吞食兽，哎呀，还好打你不痛啊！捆绑加流沙，对啊，哎、欸，好爽哦、喔！哎、欸，为什么你还没中毒啊？毒爪这么烂的吗？哎、欸。嗯，还是我的臭臭，哎呦，我还没讲完呢、欸。我想说，还是我的臭臭，你去改那个啊，就是越吃越受伤的，他有吗？啊，恭喜主播队获胜，果不其然啊，凤梨又拉低了他的胜率，凤梨又拉低了他的胜率，谢谢谢谢凤梨，谢谢凤梨啊。看一下哦、喔，这是我的问题吗？嗯，凤梨的问题，生命宝珠吗？不是不是不是，臭臭你有那一招吗？就是月收，那就是别人吸你血，他其实吸到毒一样，有吗？没有的话，我就要练吞食兽了。哎、欸，没有哎、欸，哇，那只有吞食兽了，是不是？哇，你要从对战队伍移除咯，你被 ban 掉了，你被 ban 掉咯。奥利瓦，拜拜。大家不喜欢你的收封收 ，ban 掉 ban 掉。你就打上这只龙石兽，对啊，我想要那个吸血越吸越少血的那一招。你看对面的寄生种子扔过来，来，你继续吸，你继续吸，吸大口一点，那种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只有吞食跟毒刺水母有，哎，好吧，本来不想练这只的哎、欸，啊，我去抓一只，哎、欸，等一下我有现成的，等一下，我有现成的。分手应该体面，找到了，你在这里。拿我的色围去啦，我有色围吗？哪一页啊？龙石兽这颜色很好看呢、欸，我很喜欢这个蓝呢、欸。我帮你抓一只小的，不用啦，我拿，我有吗？对啊，我没有啊。不然带进化，其实他小只的不能挥纸啦，他还小，他不能挥、欸。进化也是这个颜色啊，不是，不一样。它那个蓝跟这个蓝是不一样的颜色，你懂吗？它可以吗？嗯，看一下哦、喔，
我怎么印象是不行啊，不行啊，他不能灰啦。那我这只你拿去吧，哪一只？你要给我哪一只？啊、哦！你要给我吞食兽？我怎么好意思拿？来交易吧。这东西你这好抓，我知道你那好抓。不是你现在你现在有空哦？你不在上班？好，这个我剩下我吃下来培养。然后他跟我讲说：“等我一下，我开个游戏。”刚刚打了一只只会雪景跟哈欠的浩大金。太爽了吧！哦，然后猫车 DC 我看一下。好喂，我要看你玩，玩什么？嗯，晚上几点啊？我定个闹钟，八点九点好不好？早上九点了，好啊。早上九点，肯定的。好哎、欸，打开你们的耳麦耳屎，这个晚点再来练它啊！谢谢阿姐啊！谢谢。哎呦喂啊！东西掉了。噔噔噔噔噔。最后执行时间，哇，竟然是年初哎、欸！哇，这声音，等一下声音可能很大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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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玩啊？你们嘟嘟嘟，有他在的场上，我不能告诉他输。那我还你好了。线上说明场。好诶、欸、建立游戏。这怎么玩？伪装者地图。我怎么调？取消建立新手。这有赌盘可以开吗？这要开什么赌盘啦？没有画面。等一下啊，对呢。等一下哦。
游戏类型哦，捉迷藏。哦，有了有了有了，这个嘛，对不对？这可以加加吗？来来来，快点！房间号码，房间号码在这里。然后 YT 那边在这里。啊，抚摸狗狗，嗯。哎，要摸，我摸啊，摸摸摸，哎，摸摸，嗯，摸摸。你是谁？看你谁？我都找不到哎、欸，你的伺服器要选一下，伺服器应该是亚洲吧？你是谁？你是你？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调？躲藏时间，哎、欸，要调什么吗？预设一下吧。雷蒙羊，走路速度调快一点比较嗨。这是躲猫猫哎，嗨屁呀！啊，感觉没人呢、欸，那为什么要玩这个？看一下，没人呢、欸，过气了。刚才统计，我想说。好像有三个四个，就刚好是三个四个进来。你看扑隆隆看到眼睛快脱窗，他速度好快。什么时候？现在啊？看抓到没看？五个了，那几个啊？我不知道啊。摸头，摸到你秃头。还没看清楚是社会就直接跳崖了。对啊，这手机能玩吗？应该是不行。这个手机我不知道哎、欸，我就是不行啊。另外一款才可以，但是跟那一款没有倒了。哦，这款手机可以玩，可以玩。哦，我不知道啊。你现在就是手机，那你到底是谁？用手机哦，等下我们拖还有一个要来玩，你笑，就我啊，靠腰谁知道？对呢，你都是你耶，是打蜜呢，白痴哦。他是谁？哦，狐狸，好吧，走了，走喽。我是伪装者，然后咧，一样是任务嘛，这太……
这怎么用？哎、欸，只能躲一次哦，只能躲一次啊！靠，哭了，没了。鬼是不是也是这个视角啊？鬼视野比较窄，好。艾杰瑞，咖啡色的云墩，看有人在这里。这时间到我们就输了，是不是？哦，哦，要躲到时间结束哦。刚是有鬼是不是啊？很恐怖哎、欸。吓死！哼，利恩有觉得很难抓吗？所以速度要调快一点哦。嗯嗯。DN， 你觉得嘞？你当鬼的过程有感觉怎样吗？还是你有什么要调的？你们平时在玩的教一下啊。用遥感玩，哇！通风口上限一，哎，有速度有变快，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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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一靠腰、哦，这次拜拜。哎、欸，那这个心跳是什么意思啊？哦、你站着不动就会有。就会知道是不是，还是什么意思？我、啊、靠！
哎呦喂呀呀呀呀呀！好可爱哦！哎，有人断线，谁？谁玩不起？等一下，我好像那个要改一下那个东西。等一下哦，显示方块。他们要玩，哎呦喂！我可以想象他们平时私下嘴巴多杂了，翻动可以调多一点。好，建议多少啊？三。真的会喘哎、欸！天哪、啊，好喘哦 ！H 喘，客家小啦！不要！破碎是什么意思？哎、欸，可以玩吗？视野这么窄哦，屌，你们说啥？然后嘞，不用太多吧？你想玩到在上班？还有什么要调？显示名字。新的申请，这什么东西？啊？要干嘛？我好友名单哦。啊，可是我没加好友哎、欸，没有在加的哎、欸。哇，有 Holo 的衣服哦。
为什么你有？那是氪金的吗？不要加好友啦，没在看的啦，哎呦，烦呢，我踢人哦。你是谁？再加一次，我就删了，我踢掉你哦。没有在加哦，什么意思啦？这干嘛啦？他谁啊？到底是谁啊？要封锁此玩家吗？加好友能干嘛？速度要不要开最快看看？你好烦哦，我帮你开啊。最快，最快对鬼有利耶！你做任务的时间就这么短，你在想什么？我想让鬼赢哦。鬼的视角很小，我知道啊。给五分钟我就出现了，那我四分钟后就不玩。看我的任务，我还有。白痴，好僵哦！天哪！啊，辛苦鬼了。左下角，对啊，我有发现啊，这是红色的话，这是鬼在附近啊。哎、欸，为什么鬼要停止不动啊？打开地图是不是？我输，我输，他在跟着你跑吗？还是我看到的其实是一秒后的火鼠啊？看他都是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的、欸。这样速度会太快。啊，现在的建议都是凤梨讲的哦，从刚刚到现在，凤梨。一直都是凤梨提供意见的哦。砍不到人，你看，妈的凤梨。
就你在那边一直要调快调快调快，你看吧。哎、欸，不好意思，为什么有这些衣服啊？免费的还是要买的？还有谁吗？谁还没进来的吗？开始了哦、喔，刚刚不是12个吗？现在没了，哦，之前的、哦，怎么加？等一下好不好？有人要贴一下给他吗？有人可以贴一下吗？现在没有手。哦、我现在好像可以贴了、哦，等一下、哦。哎、欸，靠腰！我在附近，我在附近，但是我还是想配线。啊！看，我看到了。为什么他会一直停下来啊？看地图吗？我拍桌被敲破了，我看到了。从地洞，可是看到你是在那个哎、欸，你是站在那个通风管旁边呢、欸。米兹给达，很想当那个灭火器啊，没灭火器了啦，灭火器关服了。好，马输不起。啊！你们这个可以玩那么久，这个是玩一下子就不玩了。我明明就打字说我要忙一下再玩，你打在哪边？你哪在哪边？你打在哪边？你打在游戏里面，谁会知道？啊！你至少要等游戏结束嘛。啊！你说啊，打在哪边？打在游戏里面，我没看到啊，对不对？那时候都没看到啊！我们玩是为了刷钱，你们玩我继续工作。你看马同学打在这边，我就看得到了、啊，对不对？刚刚狐狸有说，你在帮他说话吗？他是不是打在游戏里面？刚刚的游戏啊，我没看到啊，那怪我咯。但是怪我咯，好啦，我回去玩灰子宫好了。现在你们都在欺负我，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白胜啊！
么又是我？你又怎么了？我狗就死掉了，不该啊！你死死好，还敢摸狗？你吓到白痴哦！吓死，抖了一下。你还太嫩了，快跑快跑！欸，这要怎么按？按一跟二是不是？我刚按空白键没有顿下去，欸，我想说队友能不能给六鬼就？哎，原来刚是你呀，啊！还想踩我尸体啊？啊，那按空白键没有用，欸，好吧，只能手点是不是？可是手点视野会往下，欸，哎。这看就是假新手了，就萌新。看你们平时都在上面聊天，在玩这个，还有谁？还有谁？你们兔窝 DC 的，还有谁没进来的？客人搞我，哎呦，这种讲出来不好吧？那请问是男客人还是女客人？哎，现在好冷呢。好哎，欸，我仿佛听到了，哇靠，怎么是我？对不对？反正就是优一会讲的话，你要杀就杀，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我摸狗，哎，放水，放水啦！看你咬我，你给我咬我！妈的，你不能放水！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我刚想说奇怪，我左上角红色已经很明显了啊，怎么鬼不来咬我？看你在旁边蹭，妈的！我需要你的怜悯啊！我去尿尿，我去尿尿，站立一下啊！啊，交给加藤了，好不好？看加藤的视角。
我大概在两场就要关台去吃饭了。好冷哦，丢个垃圾而已。加藤，我感觉肩膀重重的。哎，辛苦加藤了。这款鬼是不是不好赢啊？有没有调视野还是什么的啊？我觉得鬼好像很辛苦哎。时间可以调久一点，什么时间？躲藏时间，这个吗？加藤目标只有一个，只有吃而已啊。可以把手电筒关掉，哪个手电筒？你说鬼的手电筒还是船员的手电筒？手电筒在哪？哪里？你说像这样子吗？谁又加我好友啦？我这个、哦，干谁又加我好友？加好友能干嘛？到底能干嘛？跟我说。可是这好像不是观众哎。没有不好赢吧？我不知道啊，刚刚就只有赢一场啊。手电筒模式，然后嘞，啊，下面就不用动了，是不是？没有手电筒。我不知道，当时问你们要不要玩，你们跟我讲说鹅猫鹅死玩腻了。啊，跟你们讲说是躲猫猫模式的，在讲你。那时候就是说躲猫猫模式欸，我说那是什么 mod 吗？要找你们玩，结果，欸，哦，变这样子哦，啊，这样子，这样有什么好玩的？吉敏是不是只玩这种小朋友模式啊？啊，所以鬼也是看不到，是不是？你是不是用手机不好控啊？欸，那鬼的话视野是这样子吗？鬼的视野也是这么宽吗？哦，没当过鬼，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被杀死了。就是差不多，哦，比人小一点，但应该也是圆。那我现在在问那个啊，问他们平时在玩的啊。啊，我不想玩糖豆人，就糖豆人玩起来很无趣，欸，就是死掉之后就只能看别人的画面了。而且糖豆人你又吃到最后的话，那些提早死掉出局的就没有体验了。你找到地方好躲，你这个时候还好躲，这个时候会被看到，欸，你去尿尿，快去！堵他，堵他，堵他，堵他！我是你就堵了，对对对对对对，上面上面堵他，堵他，堵他！嗯，佩佩是不是还是看不到？二。Thank you.
然后就躲两次太多了、欸，堆一大堆。目前啊，感受到躲两次好像太多了。你下班了，嗨，欢迎下班。疯了吧？啊，搞不好是我当鬼啊，对不对？手机要靠很近，叫你用电脑了，电脑不用，用手机。好啦，最后一场咯，晚上大概十点之，不，九点后，对，大概九点。我们来，这是什么茶？什么猫 ？B A R Bear 熊猫，是这样子弄的吗？请问熊猫是这样子，怎么不是 Panda？ 我怎么记得熊猫的英文不是这样子？奇怪了。哔哩哔哩，哔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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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干干干干，我。我要跑，妈的！好了，来说晚安吧，感谢各位下午的收看。绝对不是我引过去的哦。嗯嗯嗯，奇怪，怎么感觉还没进入最后模式，鬼怎么这么凶？看来这个躲不掉的，是吧？哎 ，Solo 晚点见啊，利恩晚点见 ，Solo 晚点见，白话，请问是外星宝可梦时间吗？对，我们现在是宝可梦的内鬼时间，你看这个。这个啃果虫是个内鬼。凤梨晚点见啊，昏沉晚点见，日曜暮月晚点见啊，日升日曜日升暮月晚点见，小熊熊晚点见啊，咪咪晚点见。刚刚加你的是我，加我好友欠骂，加好友干嘛啦？甜菜晚点见，树叶晚点见，样样晚点见，花音晚点见。晚点是解谜游戏啦，就是可能我会当个一个废人在旁边不动了，给他们玩。日月差太多了吧？没有，中文顺序不影响阅读。哇，你们刚刚一大堆人目睹队友死亡。准备下班了，好，芝芝辛苦了。那晚点见，晚点见。疯子哭一晚点见。我等一下去调一下那个那只吞食兽。快逃啊！三秒怎么这么久啊？我不是调三秒而已吗？鬼不是看得到吗？我不知道，我没当过鬼没。阿香，晚点见。嗯？我真的好好奇鬼的视角、喔。你可以自定一场啊？怎么自定？我可以自己当鬼吗？还是等一下就是四个人，然后你们荧幕分享给我看，什么意思？哦，可以设定自己当鬼哦。啊，不好意思，佩佩，你这叫做新手哦，你这叫萌新哦。不好意思，佩佩，这叫做萌新是不是？好，来看，我来当鬼一场。然后 buff， 我们来 buff 鬼好不好？
鬼的速度，玩家速度。最短任务，哪边当鬼啊？这边调吗？哪里可以调鬼？最上面。嗯？嗯？哪里？哪里呀、啊？那个？哦，搞、這個、哦，哦啊，那个谁，凤梨不是很秋？来，凤梨，凤梨，你不是很秋吗？给你当鬼喽！好啦，我当鬼了，伪装者我。哦，不要好了，好啦，来虐待我一下吧，来了，走吧走吧。哇，好好奇谁当鬼哦？啊，是我！我刚要赶快关台了，今天都还没吃哎、欸。都要吃晚餐，嘿嘿嘿嘿嘿。B 咯 B 咯 B 咯。B 咯 B 咯 B 咯。逼咯逼咯逼咯。换位思考。阿明。哦，还可以，还可以看人呢。哦，嗯，看到鬼哦！啊，这是骗人的吗？然后是要走啊，狗生那只是凤梨哦，你死死好啦，你死死好啊，他、啊、怎么这边还在？哦，懂了，抱歉，我终于懂了。是这样玩的哈、喔，哇靠！我想说，对啊，他怎么都看不到了，都坏掉了哦、喔。你知道我在那个画面看到你三次，你前面都差两次，差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你要不要当鬼看看啊？我们凤梨有点嚣张，我们让凤梨当鬼，好不好？你想当，我不要、喔。
你们都会玩的当鬼有什么好玩的？看一下哦，最终躲藏时间，凤梨加油，30秒可以吧？我刚刚还没有躲藏时间哦。没有啦，开玩笑的。关台啦，关台啦，吃饭的，吃饭的，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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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我很少当鬼，我不信，我不信，再信你就是小狗，每次都在那边骗我，耍我。你刚在那搞我骗。欸，小蹦仔又开宝可梦了，欸，我要去看啊。好久没去他的台湾，然后我们去小蹦仔的台看他玩。好啦，那个玩点是解谜游戏啊 ，RA， 看中打 RAID， 要关了，对吧，啊？我要吃晚餐了，我今天还没吃饭。哎，欸，你们很配合哦，哦，谢谢谢谢谢谢。好啦，这个之后再来玩。好啦。我们晚点见啦，晚点是玩那个密室逃脱模拟器啊，反正我是那个躺着不动的那一种人。好，我们下一点好不好？这边，来下来下来下来。好啦，感谢大家啦，那大家晚安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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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阿敏被霸零。好啦，反正他们托最近也是在玩这个啦，所以想说之前就是有想说来开一个。好啦，大家拜拜。